打到自己人呢、欸，就等于说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个，不需要动，因为我这个组合打意义就是挂机就结束了，所以我就不动了。经典好不好？一刷再点一只。可以的话，你们会点五星卡吗？还是点猫？那点五星卡是打架啦，就看你在赚钱跟打架上怎么抉择。转货格哦，转货格几率应该相对比较小。你们觉得赚钱比较好，真正转卡吗？你们现在是要我转卡吗？点猫，这一把野兽鱼全开啦，要转也并非不可。场面还有点烂啊，我还需要再，变强一点。怎么办啊？这个展开怎么有点，表现不错，有点猛啊！不得不说，怎么展开那么好？三合一，小黄不在哪了吧？先合一个、啊。来雇佣一名手下，师傅没用哎、欸，我写那么多，除非我会被这个人一拳爆头了，我感觉是会啦。但即便会，我也还是不想拿。还是我用技能点啊，反正我两回合后一定会头爆开，那我先点个师傅不就是一个预判吗？你知道吗？超前部署，先超前部署啊，点一个，反正两回合才下来嘛，超前部署，哇，客家人三合一，可是我等不了哎、欸，我现在就我不能等三合一、欸，我等三合一我先死哎、欸，你看。我先运营打打看哦、喔，有没有办法等？相信圣光，驾驭怒火。等等看，等等看，拼了！拿光牙，打马儿，打马儿扫透四敌。来了，超前部署啊！各位还两只，你说这个部署有没有够超前？再点一只，超前部署。我玩游戏很简单，超前部署部署起来。先看一下这家伙、啊，我的赢面比你大。收割机是机械，野兽有三只，上面还一条蛇，不然拿白狼算了。白狼还不错哎、欸，蛇超多的。然后，除非你要转卡啦，那这一把好像还是要转啊，所以我现在拿的牌其实就是超前部署啊。这虽然感觉等等还是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看来你可以凑到三个哦。光牙另一个就不拿了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，超前部署起来。我要杀我蛇，好过分啊！他直接把老子蛇，我白狼再一只，但是没中掉。感觉还是会赢吧，超前部署都打成这样了还输，超前部署。上面有鱼吗？有啊，金字塔的鱼，金字塔排名第一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现在是需要铜须，因为我这个是卡铜的宝宝系列嘛，所以是需要铜须卡的家。其他牌倒不是那么重要了，那有男爵可以拿，有同区卡德加可以拿。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哦。我已经超前部署到不知道哪边去了，最离谱的那种，一直在超前部署。来了来了来了，
那这个可以先挂机啦，然后点一只鱼，点一只猫。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。然后看要不要呼啸，我想看一眼他长什么样子再呼吸、欸，不然我用零秒呼吸偷看他一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都忘了我还有零秒呼吸这一招，万一我被他一拳爆了，我就直接呼吸。如果我说还可以有，如果他没把我打伤，我就好不好？继续超前部署，继续超前部署，看一下。大是鱼，然后最大的大概36，其他都很小了。它就高草鱼36特别大，我还打赢了，那非常好。偷看着他一眼打赢了，找卡德加，超前部署。要那个、啊，哇塞，好快乐啊！对面怎么看起来那么快乐啊？哇，三个聚合体了，你敢信？刚刚应该再等一回合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多一个猫。多一回合可能就成了哎、欸，因为我是看秒数120几秒，慢慢就是我把秒数全部打光就可以了，结果不行哎、欸，秒数全打光还不够。你还真行啊！没关系吧，我从这边再来一遍。都可以扔了，因为决赛假设有鱼在的话，师傅就没用了。那这家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因为我稍微刷快一点。我个人认为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师傅等于可以扔了。他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光盾。蜘蛛是可以卖的啦，我想一想。
乎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选中之魂，来看看。我点错只哦。我是想点这只。他打不死我，可是我打不赢他。他鱼有盾，哎、欸，挺瘦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一只没毒，没打出伤害。所以果然，他也是一个光盾鱼。那我们再换一次，把组合再变一次。这个还是可以随便拿，然后找毒吧。加血类的不用再加了，不用再加了，那个加的也没用。我的盾为阿姆斯而绝。现在就是这两个尽量要有毒，然后血量完全不重要，然后不需要互烧。拿小黄这回合也不会下来，也是下一回合才有。我们刷吧。聚合体不能三合一，三合一是亏了，我还少一只。回家，来看看你能不能一直保持领先。这拿下，超前部署还是起到一点作用啊！卡通没有卡一波起来，后面还是慢慢买买回来，慢慢买买，然后重新运营。三合一的啦！我好兴奋啊！等到今天终于三合一了，还有一个三合一，我好兴奋啊！嗯，哪一个样出法比较好啊？到底是这样出还是那样出比较好？就是没时间算了。他掉这个炸弹，然后配合那个，我看傻了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不会吧？我好像看到恐怖的东西了。三八，别打蜘蛛！啊！聊天室，我怎么这么悲惨啊？这样子也挂了。我好像看了一个不该看的画面，我又吐了，我又吐了。